行携带装备齐全，这里是你们跟我来，快点跟我来。当兵之前都是爸妈手中的那个宝，不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，总感觉有这个别人去替你承担这些事情。但是当了兵之后呢，首先第一个学会的就是责任和担当。当熬完这些苦头之后呢，啊，你会感觉我收获了很多东西。我一直都非常热爱这份职业，啊，一直到自己退伍的那一天，我认认真真把这份职业干好，干漂亮。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，拥护党的纲领，遵守党的章程，履行党员义务，执行党的决定，严守党的纪律，保守党的秘密，为党忠诚，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利益牺牲一切。快进入队，不是我们是同队。使用武力，兄弟们，不要信他们的话，跟他们拼了！来！别开枪，我投降。安全！报告动动腰，在组间战斗中击毙两名犯罪嫌疑人，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。报告完毕。追击！生气咋的了？挺好啊。多行啊，找不到开展啊，太险了。您及时给我们派出所打电话。喂，你好，我们是脑部中央派出所。那个报警，不良群众。
是，收到，收到，立即派张扬无人机出警。